我叫辛志科，今年11岁，我是一个白血病小男孩。我是2013年6月份来北京的，爸爸妈妈带我治病都快2年了，每个星期我都要去医院做化疗，医生说我能看好病。我一看表，我说12点多了，估计到了大一点了。来，宝贝儿，好好。啊，一下就完事儿了。给他输一瓶那个免疫力的。我输了，我每次都输。啊，知道，好的，谢谢潘医生。好了，只能在外面等了。好好好。能走路还？医生。也是。哎，我哭了没有？天气。做完了吗？做完了，早就做完了。这么最不喜欢的就是扎针的时候扎很多针，这里、腰穿还有这，因为他扎那个是留着针，针也是粗的，扎进去拔出来以后才是细那种细管管。疼吗？压的疼吗？啊！为什么只出一袋消炎药也得一种病？没有，你输可多了。说的一啥呢吧？有时候我一看放假嘛，他走到院里边就摔一跤，后边就做一个这个脑手术，算是里边出血了。回去家20天以后，他身上老疼，到当地也查不出来什么毛病。后边了算是就去北京看看吧，哭得老厉害了，买的那个晚上就只哭了一晚上，不急。接着哭疼，他后边他跟我说，妈妈你不知道那个疼的那个滋味是怎么疼，我说怎么疼啊，他说好像路上跑的那个汽车那个轮胎在上边找的好好的，你非得硬把它给拔下来那么疼。他说他们骗我去小姨家玩，然后我一看到前面去北京，然后我就不想去，然后他去到那里一查，他就说是这个查出来，然后我们就住院了。叔叔扎小一点哈，我血很流得很快。我还以为能拿上结果呢。那我们就回去就行了。你就准备50000-60000就行了，让准备50000-60000，医生就这么说。说是你当妈妈的，说是你不可以就放弃的，说是他是那种最后置的，你要想办法去凑那个钱去家里去寄啊。家里边你想一个农村的人哪来那么多钱呀、啊？我就说是那个可可得回当地医院吧，当地医院最起码就是省一点，我跟他说。他说我就在这瞧病吧，我是白血病，我也不协会，我谁家也不去，我就在这吧。你打给他算了多了，他就不吭气了，把头往那一边一扭，看着那个小轮就往下流。那个心情你是不知道，这孩子那个样子吧，哎呀，可是那个了，后边给他画转转，就是走上他一步算了一步。
就是两我爸我妈头发都白。我和爸爸妈妈现在住在妈妈之家五号房。自从去年我们搬到这里，爸爸妈妈不用交房租，隔几天就有好心人来看我们，给我们送东西。我们之前从来没有买过这么多好吃的。咖啡，咖啡，我这里有。还没开呢。现在是哪一个？是你呀。你好。行，我五。放哪里啊？在哪呢？去年有人走到五路那个时候啊，人家有一个好心人在火车上。他就看到我老哭了，人家给我说是有这个妈妈之家这个地方，在我们外地这个看病的孩子都来了以后，没有地方住呀，就可以住在这里。到这个地方还真是一来以后，我说是这可真算是帮大忙了。这一月2000块钱的房租，这是省下来了。来到这儿又有吃的，可好了，就这样。上次就便宜了。其实我看了。我要看衣服，我要看衣服。你把它关了。这个好像真是你的号，还真是我是男孩子，这个还愿意穿这个，是吧？哎，能行？你看，我就说是我这个，换上换上，穿上穿上，马上，嗯，啊，要心灵的，妈，不穿里边的号，行不行？哦，不行，还有你肥，猴子。太紧，嗯，这里太舒服，还有这里，嗯，这个的，这个那个怎么试？试一下，试一下，他俩一个样子，可以，呀，哎，还行，阿姨的你早想了，这是要几个的呀？穿上了吗？这个，只客气，他爸爸在这住了几天？嗯，这一次10天。10天哈，嗯，10天呢是15，等于一个行不行？然后21天呢10块，等于210，360。上面欠9块钱。哎呦，你咋？不是这个一码是一码，你不用说那什么哈。一码这个一码是一码。好，没说我先写这个。来签字了。我有些技巧，你没让给他。让你上过几次这个大场合，我一次也没有，我就害怕了。就说感谢的话呗，人家怎么帮你的，你就怎么说呗。行，下次他就你，嗯，你写啥吧，你写啥了，我看看我咋说。这位先生，哎，家孩子呢？你家孩子呢？孩子没在。妈，你现在过来了。想来住在这住几天，先住下。这个我们谁也做不了主。换了吗？我没有。现在问题是都住，你看看每个人都住得满满的。临时搭个床铺，一个客厅住。其实那床空着呢，你带孩子住。住咱们这还好点，起码房费便宜点，省点。那肯定的，那不是便宜，那不是便宜点的问题。去年那个房东带着那公司的真正的房东来检查，就问这个管理者，问这里边都住什么人啊？哎，管理者，住了一堆残疾人。我说我们不是残疾人，是我们孩子生病了，因病致贫的一群丐帮，志愿者房租都付给你了，你凭什么那么小看我呀？对，
志愿者把我们当宝贝似的对我，然后我不吃你不喝你，你干嘛呀？妈，马子琪妈妈来了，嗯，她那个要跟您说话。哎，喂，你好，你妈。我是王子成妈妈，去年不是来这住了几天，最近我说先上来，想在这待个四五天，给孩子联系联系看情况。我这么晚了再出去找人也不方便，你反正外屋也空着呢，钱我给你交嘛。那你这儿不是说是给某一家服务的吧？你是给很多人服务的吧？也不能说某一人说谁服务就好就不好啊。你不说，实际事情就是这么个事情。哎，电话挂了，我晚上不走，他不让我回。这么晚我上哪去？那缺德的。我肯定得住，今天晚上可能走。都有我都是在这待了很久了，他不让住。为啥不让住？这本来是慈善机构，又不说他们谁一家某一家的。这是干净的脏吗？都是干的。拿一凑，一晚上。去到哪里？你这干的又过意不来，都不带孩子的，大的拉的拿上去，带上去。六月十四日星期天，今天我和妈妈去参加祝福宝贝的活动，是郭鹏叔叔办的。我永远忘不了四月七日那天，叔叔给我交住院费，从那天开始我就开心了。大年不见你不跟着你，我是好像是不是在骂大年？啊，长高了，长高了，啊，长高不少，长高不少，嗯，嗯，谢谢大姐，希望这大姐还是要跟小家对付，说是龙猫肯定拦不了，就缠到今天要来就是你来了。对对对对。我觉得每一个孩子背后，他可能都有一个心酸的故事。但是同样，它也是一部与病魔抗争的血泪史。哎，看不见了，哎，不好抽到了，长这么高了啊！教教看看，养冷了吧？就是成妈那会儿，也跟我说这个要好了。嗯，好了好了，没得了哈。哇，大好！病压倒挺快，就咳嗽，每次感冒感冒咳嗽咳嗽，一星期花好几百。最大的困难现在就是最后这个大检查需要一万多，这个是大钱，这个大检查这个钱嘛咋办？小豆豆，小姐笑了，小姐闹事，你这都说了。哎呀，今天这么早嘞？今天不仅早，而且还发钱，管你吃饭呢，还管你。管我嘞？哦。我们不是给你早上走的早，早上六点就走了，不到六点。哎呀，五十块钱。哎呦，还有请你吃饭，真是了不起了。你这个也没滴水，买了两口，喝水，喝一口，真有钱。啊，你不都是干啥子？那你睡觉你不在？明天就来把大肠睡。六月二十日，星期六，爸爸今天找到新工作，给我们赚钱了，因为就要做大检查了。他去洗澡的时候，我看到。他肩膀上一大片红红的，我知道爸爸痛，要不是我生病了，爸爸也不用这么累。这就是这样，觉得腿疼，我就
就得吃，要是很疼的时候，不吃止疼药就不行。可是我那个吧，咱们一下倒下去，两个人都到家里面，那家里成什么了？资金也是不拘吧？不足的情况下，看看怎么办吧。一路子下来以后，都是我们自己在愁呀、急呀、急呀这些的，都没地方急了。这是回老家，就想着是去给人家住啊一会儿，也就算是现在给不了这点钱，就是好话也去给人家说一个也是感谢的意思。可是不等你说话，人家就往后推你了，就说就哄把你张口给借钱。现在就是这个希望吧，就是等可可出院以后，就看看这个腾讯公益，我找找他，看能帮帮吧，帮帮以后，帮多少走一步算一步呗。这个也没办法，就只能走一步算一步。8月17日，星期一，今天我和妈妈去基金会了，他们说晚上就可以登平台，筹到多少钱还不一定呢，看运气。我希望运气超好。我睡觉时间给我看了，看完以后睡一觉。可可说是，哎，可可还是这点哟，没有涨几天，不涨还有时间。不懂。不做咸面条。我那个手机就是妈妈在家里边一个那个侄子，他就当时就说：“真的，我给你买一个手机吧。”教过怎么玩，这些就是微信、微博啊，也有什么不会，就找他。这个是我今天刚写的，这个写的我就想着这个也不知道到底写上行不行啊。我写一条信息有时间打半天，你看这几天我发了这么长时间，白天黑夜发，晚上都熬的，发夜都熬的看都看不见。人家派克兰迪陪人家高铁那个，人家给转发一下的，说是嗯好吧，嗯他接过可可，说是孩子那么好，说是我们尽量帮你吧，帮多少是多少。人家给转发，那下午3点到晚上12点，人家派克兰迪就8000多了，那个高铁也好几千，一共下来10000多了，他那一次效果太好了。可是还是不够，拿不出来这个钱，可可做不了这个检查呢。9月23日，星期三，妈妈说平台的钱差不多快够我最后的大检查了，我真是好高兴啊！妈妈说，明天我们就去医院，谢谢好心人。9月30日，星期三，等了一星期，大检查结果终于出来了。我的化验单就跟没病似的，妈妈看了高兴的都合不拢嘴。
因为我马上就不喝药了，希望那天快点到来吧。这什么肉啊？牛肉、啊？牛腩，还带筋，你知道吧？这个少，这个稍一点。现在六份够了，刚好六份。咱们这共产主义呢。大半年没来，来了就得干活。你再拿一点，来，该拿了我了。检查呀？检查完了，没事儿了，就停了。那个结果，结果出来了以后，我们觉得不重要。他反正这次就是腰缠、骨缠、拉扯了这些都要做。骨缠的话，可能是慢一点。对，骨缠孩子也挺受罪的。遭罪那个带那么长，反正就最后一次了，以后还得直接他。没有要，就没有这个项目了。有啊，你们想一想，两个月他还要做这个，一年是四次、两五次做这个节目。可是调的一个星期调一次药，怎么着？十一钱也差不多是吧？我老说这孩子学习都耽误了。可把我这样都不上学了。我们的建议是什么呀？你那个检查完了，吃中药了，就赶紧回去让孩子。问题是他一星期调换一次药的嘛，还是不可能一个星期换一次，哪有一个星期换一次的呀？最快也得一个月。就得一个月。不可能一个星期，咱们正常人调理他是一个星期调一次。他这个是病，跟咱们那个正常那家他那个就是一星期一次嘛，一星期调一次。松京城是吧？对啊，松京城。他病不病还不一样的呢，你知道吧？这次咱们的钱，人家松京城还付你8000块钱，又给咱转过来。那城上家人也是这样，人家剩了16000，等于全捐给咱们了。全捐。我说你们也没说过，不用去跟我们说感谢感恩，你们大家伙儿心里大家用行动就行了。大家都知道谁心里都记着呢。对呀，我们都知道谁怎么回事。对，他这个意思我觉得就是也有，就是说是已经在这住了半年多了嘛，肯定住的就是你要常跑医院，你要给大家等着住着，你要不跑医院不能啥，就是大家等着看护的，就不让住。哎，就像那是赶出去了。要不是住进来休假了，说老实话也就哥哥现在真不是这个情况。10月14日，星期三，最近天气太冷，我又咳嗽了，医生说是肺部感染。这几天妈妈听到咳嗽就要问喝咳嗽药了没，这几天药特别多，喝都喝饱了。你俩又不注意。你这个刚回来。所以说我们胃酸有原本的时候，就大概不该怪胃酸。一怪的话，说的弄的这些眼睛全部给你停掉了。你一怪的话，就是我这半边。好利索，还得注意了。研究这些干嘛呢？你这么好了，你就要什么东西？还休息，所以都有点脑子。太累了，不睡就下想。白疼现在就是该来了，该快治吧。这就是看了8个月的，就是8个月以后再去医院那个，再去做一个那个 CT， 做一下检查化验血。他医生说是有可能是上一次咳嗽那次手也肿了，我也心疼钱嘛，就没有做检查就提前回来。那医生说肯定是那一次留下的隐患，就没有好头，你领他走了。啊，是的。我也准备大起来住，我已经在人家那住差不多一年了，人家最长是半年嘛。那除了外头那间，别的也没有。外头那个房子空着了吗？对，就那间。就你那天我看那个。对对。哦，我再去看一下。啊，里面要有满意的，这收拾拿回去了，根本不方便。对吧？睡了，都干的。这礼拜这今天晚上回来了，我再给他找个你的钱儿啊。对，床板子有，对，拿来给你能给你带上，你要住的话。那样子。嗯。哦。那大姐，冬天的这个暖气暖和吗？啊，这个。反正还行，一般的，反正白天拿
多少，早晚都烧多少。这门啥都得，这门你说也不行嘞，大家。我得让俺家。再把这个锁上去，再弄好。弄好这可不行哈。不是，嗯。这个茶歇不歇的？他们回户口，房子我已经找到了，我啥都在这办了，我就结婚办了，办走就是走了，那个就是正式就告诉他一声就是走了就不来了。这一个月就。挺不顺利的呀，我就是上午搬搬家，把家搬了，我就到医院看看。我先把这个搞过吧，大姐。啊，那我跟你说吧，我卖一下是吧？嗯，来。来，我卖。这也没用，这玩意儿他也卖了，我这个。不是我小孩写字啊，或者什么的，是不是？那我放个东西。我心里专门请假。啊，请假对。迟早就办了，我跟你说。搬过去省事。对。我教张伟明办就行了，还有一个，还有一个柜子，还有一个是板。走了，走吧。好，这位置挺好的，舒服得很，你铺就行了，行。刚回来，行吧，没事吧？啊，还行，没事儿。他就是肺部的，肺部感染。阿姨，我拿一块饼。哎，拿出来让你吃，吃呗。猫哥过来了。哎。这边水杯，你看，我要不来小家的话，肯定不会跟9958，肯定也不会接触的腾讯公益。肯定不会是现在的结果。小佳是我们的生命转折点，就好像没有小佳这个平台，我接触不到这些呀、啊。这事实啊。我们就是提供了一点那个，提供了一点信息咨询嘛。那不该咱没有那么夸口，拿着药回家去吃吧。我在这扎着床呗，别的孩子没有地方化疗，没地方。哎，走了也咋的，也不这个点儿了。我还管红吧，我回不来，我说是你就走了，然后接上，你走过去了，他不用上趟时间才能接到你。上学的状态。你腿最紧了吧？我手都不要我拿的。一二三。哎呀！哎呀！哎呀！哎呀，老娘爷爷天天晚上都睡觉，进不来人呀。这个地方不行。真的不行、啊。然后你出去都出不去，我跟你说。出不去，但对吧？门冲着他。啊。这咋感冒了？他可不是开玩笑了。住一次院要花老多钱，不算小花手术啥的。这次花好15万。5万块钱一下子没有了。明天我去找他。我这回可真是找好房子了。多少钱一月？1000。大吗？大小就跟里面的屋子一样。那公用你外边有卫生间，有那个厨房。有客厅。那不行。那挺好的。我有咱7楼住的，你看7楼啊，有电梯。车在门口放着。好，谢谢。你装吧，你装有啥住的，他等一下过去。这3个月过得可费事了。
一下子又没有那小家那个时间，又过他以前那个日子了，一下子搬出来，你看房租也都出了，各个费用下来以后，一个月就有的好几千块钱，有的那些600块钱了，他600块钱，还把咳咳冻感冒了这次，你看发烧，他都这次发烧了，不发烧了我也不太害怕，这次一发烧咳咳去到医院都哭了，哎。我说你哭啥了？没有肠胃，你哭了？不是，我害怕嘞。日出月以后，我没有大家下一天，每天在那边找房子。行不？行，急着他。那就这么着吧，急着他就这样吧。快点啦！身上的拉不上，就这样。来，走了。回来不？你回来了。回来就是马上回来拿东西，你还回来干嘛？我要看衣服，我要看衣服，给你买回来。有这个小家，受不了了我们，特别好，这次来就十七来，最快乐的时间就是妈妈这家了，这里面这就这算是自己的另外一个家。搬到这里来，就是一切东西都得自己买了。房子虽说是贵了一点，孩子好呀，这个就是，我就太开心了。我能放开手，我可以去外边干活那啥，我不担心了。虽说工作有点累，有点脏，可是我挺喜欢的。妈妈在家那边，她元旦那个时间，我跟可可俩人还去了。后边我一工作以后，她就有什么活动，我就去不了了。我还一直站那个群里边，跟妈妈的里边都有联系，这都挺关心可可的。提前跑回来了，今天还下着老大嘞，下了大就好了。以前地铁那个工作，他身体也不行，我也不想让他做，可是他自己就想多挣一点，他愿意去干那个。他今年一直那里就是没活，所以说他也去打扫卫生。虽说挣的少一点，总比大家多的强吧，这样对他身体也挺好的。我觉得新家非常的好，这比小家暖和、安静、舒服。搬来以后再也没有感冒咳嗽，现在我在吃中药，病好了以后我想回学校上学。站好看，有人试试站站。他还没长大，